他撑不住了，我跟你说只能五分钟，快停手，他死了我们的伟大计划就泡汤了。伊拉克斯还不现身，宇浩死了你也得玩完。你不相信他可以挺过去？伊莱克斯，时间到了。宇浩，我的孩子，你长大了，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，成为一名强大的魂师。妈妈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做到。妈妈！啊！啊！哇哦！宇浩，你做到了，坚持了十分钟，哦不，是11分钟。你不怕死吗？我从小经历的屈辱比死亡更加可怕，我能承受。希望你的命比你的嘴更硬。冰冰，你答应了。我是给他机会，不是给你。少痴心妄想，开始吧。你真的虚伪。你已经将我困住，即便我不同意，你为了自己的永生依旧会把我变成魂环。冰冰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释放你的精神本源吧。冰冰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为今天的选择后悔。欢迎来到我们的新家，精神之海。是，那个灰色气团是什么？你以后再跟你说。你是谁？敢不敢擅闯公爵府？你是
小公子，戴……我不姓戴，从今天起我姓霍。你来是要进府吗？我是离开，永远离开这个肮脏的吃人的房子。你疯了吗？知道这里的主人是谁，知道他的地位有多高贵。我很清楚，他是一个混蛋。小公子，他哪里去了？你还叫小公子？被公爵夫人听到，怕掉脑袋。他身上那把白虎匕首，可是公爵大人的信物啊！莫非他就是那个孩子？对啊，他不是说他不姓戴，姓霍？算了，这事千万别跟其他人提起。公爵大人也快回来了，我们小心点。云儿不准再出公爵府内，你不配。从今天起，搬到后院的柴房，那儿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还有你那个孽种，也给我滚去柴房。为您证明，已经走了6天路，应该快到了吧。森林，斗罗大陆上最大的魂兽聚居地，在那里，我可以狩猎魂兽。魂兽死后会浮现魂环，魂环被杀死他的魂师吸收之后，能帮这个人突破修炼瓶颈。只要一个魂环，我就能从魂师突破到魂师。
把匕首叫做白虎笔，你是他的儿子。我不承认。您看到了吧，我已经是一名真正的魂师了。在大陆第一学院的新生考核中，我已经进入了前四。是你自己出去还是我帮你出去？你们好，我是严少哲，史莱克学院第261任院长。我听说严少哲作为大陆第一学院的院长，有着与任何一个国王平起平坐的资格，而且他还是拥有稀有的光明凤凰武魂的超级斗罗，是大陆顶尖的强者。你们这届新生是近百年来天赋最好的一届，我会看完你们接下来的全部比赛，希望你们能够让我看到惊喜。好了，开始抽签吧。签位一号，戴华斌团队。是他，竟然在这里遇到了他。宇浩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你和那个戴华斌认识？铸就史莱克学院最初辉煌的史莱克七怪之首白虎战神戴沐白，他的传奇众所周知。但是你知道白虎公爵一族的历史吗？白虎一族原本是星罗帝国的皇族，几千年前的一场大战中，星罗帝国险些亡国，国内几大宗门联合相助挽救了帝国。那时白虎公爵一脉人才凋零，权力也被削弱，当时的白虎皇帝退位让贤，将帝皇之位让给了当时评判大元帅，也就是现在的星罗帝国皇室，而他被星皇封为世袭罔替大公爵，永享富贵。白虎一族所传承的白虎武魂是极为强大的兽武魂，我们学院第一代史莱克七怪之首邪谋白虎戴沐白就出自于此。戴华斌就是邪谋白虎戴沐白的后人，这一代白虎公爵戴浩这个坏蛋的儿子。那你和戴华斌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？我不承认戴浩这个父亲，他就是个混蛋。我和妈妈孤苦无靠，两个人相依为命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很阳光地面对每天的生活，觉得只要我们俩能够无病无灾地度过这一生也就可以了。妈妈原本想在白虎公爵府做佣人来养活我，可没想到在那里受到了非人的对待。哼，霍云儿不许再住公爵府内，你不配。妈妈，
我去帮你晾衣服。我的雨后真是长大了，越来越懂事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嗯，公爵府哪来你这种野小子？混蛋，你不长眼睛吗？没看到少爷回来了，滚一边去。求求你们别打他！他真是个孩子，要打的话就打我吧。你们得罪的可是夫人的儿子，府里的少爷，哪能这么轻易就放过你们？给我狠狠的打！是。真是晦气，以后看见我们少爷要绕着道走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我自杀一定要为妈妈报仇，让白虎公爵府里所有欺压过我妈妈的人都付出代价。谁？雨浩，你怎么了？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没有。你听到了什么？好像是一声叹息，声音有些苍老，似乎来自某个遥远的虚空，但又似乎就在耳边。没人呢，你是不是幻听了？对了，咱们现在就去报仇。不行，现在还不是对付他们的时候。这里是史莱克学院，我现在要做的是变强。我不要私下报仇，而是要在比赛里堂堂正正地打败他们。汪东，我当你是兄弟，请你替我保密。嗯，我会保密的。之后对上那些家伙，我一定要给他们好看。那你有什么计划？不如就先这样。听说你们顺利闯入了决赛。决赛怎么少得了我？潇潇，潇潇，走，我们去吃顿好的，明天非拿冠军不可。这就是我们冠军争夺赛的对手。一个一环家伙带的队伍，这种程度的决赛，即便获胜，对你我家族而言，其实有点丢脸。你们又是什么人？速速报上名来，我不与无名之辈多做纠缠。年级五班崔雅杰，控制系战魂师。一年级五班朱露，敏攻系战魂师。一年级五班戴华斌，强攻系战魂师。三环又如何？我们今日一定能打败这个可恶的家伙。打败他们，
虽然这支团队曾经击败了两支由魂尊新生率领的团队，但比拼整体实力，我还是更看好戴华斌这边。钱多多副院长，你怎么看？不如这样，要是另一边赢了，三年内让我任选一名新生加入魂导系，如何？你这是又觊觎上我们武魂系的人了？什么叫你们武魂系的人？他们只是新生，三年级的时候才会决定精修哪一系，你们武魂系只是进行基础教育而已。那我们就更得各凭本事了。别那么绝情啊，老爷，我保证不挑你已经选中的核心弟子，也不挑那些二年级毕业前就达到三十级以上的，行不行？哼，这样的你每年少挑了。你也知道我们那个计划，没有武魂比较好的学员，魂导系就算做出再好的魂导器也没人驾驭得了。嗯，行吧。小子，别让我们魂导系失望了。他可是本场决赛中唯一一个三环魂尊，你们班那个七宝琉璃塔也是三环，可你不照样输给我一块魂骨吗？宁天只是辅助，戴华斌可是实打实的强攻，我看你能得意多久。比赛开始。白虎，附体，铁样，第一魂技。探测共享，你的力量太弱了，不像个男人。强攻下男生实力果然掉下去，即使有以后的精神共享，还是你的专家。哼，他们太弱了，一个回合就能结束战斗。九凤来一箫，第一魂技，迟缓。我的速度突然下降了，速度变慢了。看我的，第一魂技。魅惑，千万别看他的眼睛。糟糕，潇潇的技能被阻断了。九尾狐武魂在兽武魂中可是高等的存在，每多一个魂环，尾巴就会多一条，实力也就更加强大。崔雅杰虽然只有两尾，但阻断只附加了一个魂环的九凤来一箫，还是大材小用。失去了辅助，你还能坚持多久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的。第二魂技，第一魂技，白虎烈光波，势力扎刀。强攻对强攻，两队的主攻手正面硬碰硬，这种力量的差距太明显了。邪眸白虎戴家的强攻魂技极致阳刚，正面对抗显然是极不理智。可惜，王东，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戴华斌正飞王东，从而阻断潇潇。二环的朱露对上那个一环的小子，一个回合的交手，胜负已分。你总是这么轻率。精神探测，
鬼影迷踪，好精妙的步伐。三生镇魂鼎，崔雅杰怎么没拿下小萧？据崔雅杰的九尾狐魔魄不同，我灵魔魂技的灵魂冲击可不需要注视敌人的双眼。可恶，这小子躲避我快攻的同时，居然还对崔雅杰发动精神控制魂技。现在原话放还，我劝你也先管好你自己。能进入决赛的果然都有点看头，我们是轻敌了，那么现在就认真一点吧。释放你的第二魂技，第一魂技是一扎刀，你的第一魂技是挡不住我的，那你就来试一试。白虎武魂不是一向以近身强攻著称吗？距离都拉近到了这个程度，王峰怎么还敢用第一魂技迎战？跟刚才的颜色不同，散发出的魂力也大不一样。他怎么突然变强了？魂力不一样，难道是融合魂力吗？可融合魂力不是只能催动武魂融合技吗？宇浩，二打一，不对，他的目标是崔雅婷。一个阴魂的家伙还想偷袭？第二魂技，虎尾针。你不是很想见识一下我的第二魂技吗？那仔细看好了，第二魂技铁神之光。幸好监考老师将我带出场地，不过拉上那个医馆的家伙一起出局，勉强算值。什么？他居然还在场上？崔雅杰出局，局势怎么一下子被逆转了？鬼影迷踪，唐门的功法，这孩子竟然还是唐门中人。你还有心思想唐门？崔雅杰下场，要是朱露还不能突破三生镇魂鼎，带华兵一打二，可未必有胜算。第一魂技，幽冥突刺。第二魂技，幽冥白爪。啊！哼！哼！人！你怎么没完没了？想去帮你的同伴，先过我这一关。再不释放第三魂技，就自己滚下去。别后悔，让你们见识一下顶级兽武魂邪魔白虎的真正威力。第三魂技，白虎金钩变。白虎金刚变发动期间，攻击力、防御力、力量同时增加一倍。这就是他千年魂技的威力吗？
雨后，汪东，第一魂技，精神干扰。这一招的力量和速度比前一招减弱了5%，果真如此。别用听了，我有办法，用拖延战术。拖延战术是什么？就是，快跑啊！这两个小子打不过就逃啊！这样一直逃下去也破不了他的魂技啊！白虎金刚炼尊符的确很强，但是他所消耗的魂力也是十分恐怖。你带华冰面前的修为持续不了多久，看样子雨浩也发现了这点。就是现在，查！混合枪。顾宇浩这个一环的魂师竟能打中戴华冰这个三环魂兵。什么叫逆风翻盘绝地反杀？老严，这句你认不认啊？但你这口气恐怕还是松得太早。绝地反杀，我会让你知道惹怒我的下场是什么。第二魂技，白虎烈空波。这招以彼之道以彼之身，可惜被他逃脱了。邪眸白虎戴家和幽冥灵猫朱家的世代传承是什么？难道你们都忘了？朱洛，幽冥白虎，
居然引得严院长亲自出手。见了吗？幽冥白虎都能伤到凤凰真身。严院长这是？老严呐，老严，任其精似鬼，也要喝老子的洗脚水。我宣布，新生考核淘汰赛的冠军就是我们，赢了。王东、潇潇、霍雨浩团队，我们赢了。抓伤严院长的明明是幽冥白虎，凭什么？幽冥白虎很强，如果你们能够躲开霍雨浩、王东武魂融合技的正面攻击，胜利无疑属于你们。但你们被潇潇的魂技迟滞，绝不可能避开。而幽冥白虎之所以能抓伤我，也正是因为我先在正面承受了另一个魂技，璀璨中的凋零，黄金之路，是叫这个名字吗？挺好，胜不骄败不馁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祝贺霍雨浩团队荣获新生考核赛冠军。祝贺霍雨浩团队荣获新生考核赛冠军。我们是冠军，我们是冠军。白羽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你一定不能让他成为武魂系的核心弟子。看什么看？打赢你们，我也觉得很丢脸。妈妈，我作为魂师，打败代家的人了，这是一个开始。